最近因为小作文事件，暴露出了东方甄选内部严重的管理问题和管理矛盾，甚至有网络信息截图流出，显示东方甄选的 CEO 和董宇辉产生矛盾，董宇辉可能要被开除。东方甄选的老板俞敏洪终于亲自出警回应了。俞敏洪称没有那么严重，公司内部确实有管理问题， CEO 也不该在网络直播时曝光董宇辉的收入情况。目前董宇辉依然还在东方甄选上班。媒体了解到，近期董宇辉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，不会出现在直播间。东方甄选内部管理的问题被外界解读为二选一，到底俞敏洪最后会为了东方甄选保留谁呢？是保留带货主播董宇辉，还是保留 CEO 孙东旭？目前董宇辉表示不方便回应，但是董宇辉的签名已经改了。俞敏洪介入后，东方甄选内部的管理矛盾能够化解吗？董宇辉是否还能在东方甄选继续直播？这场矛盾中谁损失了，谁获益了？大家有什么想法，评论区留言吧。发表各种骂骂咧咧的极端言论，对于这样的没有底线的言行呢，我们是坚决抵制的。